好，我是 Andy 啊，我们今天要来打星座设施，我听到雷之神说的力量，变到星座设施，然后扣很多血。那再一次，再用四大绝招。哦，被电到了，好像快要死了，然后第三次又死了，再一直砍他。哦，被电到了。好掉，好掉，好，好多鱼哦！我们现在要来打守护者，我们现在有火之神的力量，全部打爆。哦，那里有一只先被打爆了，这里还有一只在盾牌，怎么样？骑士盾盾牌，哎，一刀就死了。你是要死了吗？死掉了。哦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再打，再盾牌，盾牌。OK。等到他发蓝色的光的时候，你要按 Z 然后按住，然后按 A 就可以盾牌。不要按住哦，要按一下就好了。要按一下好了。哦，死了吗？应该死了。会有古代核心吗？再打开啊。好多古代齿轮哦，这里有一只那个啊，按到拍照了。好，可以打到了。再打，忍者会死啊。是 ，OK，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来打忍者，这一盖组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一盖组。可，我们自从打了可盖大人之后，又有很多一盖组。这一盖组很可恶。对，每次都很无情。好，先过去。哎，是石头巨人吗？哦，真的哎。好恐怖啊！先爬上去他的身体。哎，为什么会蹲下来呢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，因为他被石头巨人盖住了。哇，你打石头巨人你都不害怕、啊？不害怕，因为石头巨人很烂。所以你就躲到他下面去，对不对？哎，如果你爬他的手臂的话。你如果你被他打到，你会有一个很重的伤害。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爬手臂，要从身体这边爬上去是吗？对。然后把这个矿石按 Y 按住，就可以。哎、欸，好像没有按到，再打。哎、欸，会有很多那个掉下来蛋白石。死了，一次就死了。石头巨人那么容易吗？好容易哦！我们现在要打红色人马，应该是最弱的吧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这里有一只人马，他们看到我们了。我们快点用火之神兽的力量跳一下。哎、欸，被打到了，跳，没有成功，跳，哦，成功了。我现在换上60级的剑，可以打他。呼，扣好多血，先吃个饭吧。吃个饭。辛辣草野菜，这个好像很烂哦。呼，好难哦。他好像很强哦。没有跳成功。哎、欸，球是。哦，我没有跳到。跳，再来，哦，他跳了，跳，哦，成功了，成功跳完，跳，哦，成功了，他24级的剑打，然后很痛，哦，现在在爬石头吗？哦，没有跳掉。
吃个料理吧。储存，我们怕我们被打死，我们再储存。好，吃个饭，再来跳，静止，哒哒，一直打哈。被电到了，哦，他跳好远，这应该是，哦，他喷火了，可怕的火焰。用盾牌挡住，哦，没有打到，没有打到，跳成功，哇，很难跳，那他死掉了，哇，这是红色人马。我们现在已经打完红色人马了哦。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还有订阅还有铃铛。下个影片再见了，拜拜。我们现在已经1000人订阅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按赞还有订阅还有铃铛。下个影片再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